心爱的红颜已转，既不见替父兄行踪。看来是风采小径中失了美丁，是失了踪影。若无花果美人，不管此生世界；若无寒玉奇酒，不必定做人心。阁下做风采，便一路金装至此。现在献命，未知有何指教？在下定是平庸人生，在这顺风中匆匆一见，修行对姑娘萦怀至今，无奈替父兄之友，一路追随，时时欲找机会，速寄同情。阁下是替父兄的朋友，人呀，我与他自岁一同长大，阮是同窗数年，我对他平生的事迹所如家丁，今日苦田替父兄，修行不忍之余，只好先款姑娘一番。哦，替父兄原来要同窗，那我都是要好好一听替父兄的平生事迹了。啊，已经可怜了，可怜，这都是人人都可怜之人，必有可恨之处。两边的只是看到伊为亡妻奔波而感动，而看未到伊的可恨。你可知伊的妻子是怎样死吗？原本吉祥，伊是被替父兄害死。啊，原本替父兄甲伊妻子是青梅竹马，想未到替父兄娶了伊之后，又见伊思亲，害得伊的骄傲一无是处。伊的骄傲死的时候，替父兄正在院底看我，伊的骄傲的后事也是我帮伊办的。为了几年，替父兄的钱被外面的狐狸精拐弯了，伊才又想到伊的骄傲有藏一条赛车，想回来向伊的骄傲讨，想未到伊的母死了，为了问出钱的下落，所以才告了。好好好，我唔讲了。虽然替父兄要十七的罪证也未讲完，但我是有家读册人，便不再与人争端。这分明是你编造之事，有家之人则被行刺背后重伤，又有针对替父兄小弟了解者，应知会是苦境之人。后来以平庸人士有同窗之意，啊，那一定是替父兄欺骗你，因为我甲伊真正是同窗之友。哎呀，伊这种人根本无值得你介意，姑娘却无再救点伊咯。中间公看远，看看眼前的我，修行我风度翩翩，比替父兄唔知好过几万倍呢。所以你今日的目的，就是来自我推销吗？是啊，姑娘若无气象不如笑。哟，以姑娘胸膛坚固，不知该如何称呼。是天界什么？天界是是天界，我不准你叫天界，给我改名。你凭什么要我改名？我就是不准你叫天界，连港音都不准。
无理取闹，你给我听好，我为了要公文，你不准走。不断出手伤人，里面满怀暴力，我不管，你不改名，我就拍个和你变低头比人。好，好。你在将当日操刀完成的情况详细记述。是，哪日？后来这把刀就由军事提回路，可在这面乞丐为这落脚处，当日村民疏水，为这兄弟在清洗叫好。那台机关发出来，任两人便前往抢回这庙围剿。是。阿爹。哦，是谁将我的宝贝查某囝打成这样？军师有事，以军功一说，华军师便先行告退了。你不是说这个世上你只爱天爱之人，但现在世上有两个天爱路，爹亲就不能只爱我路。王老爷，这世上有亲只有你一个天爱呀？那好，阿爹去帮我向另一个天爱讲，叫伊改名。原来小人一日多名啊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是多天爱，与其他天爱不同。但这个天爱怕我，如今一条春花花名单，比当兄弟头比面了。阿爹，伊怕我就算了，但是我不愿意跟我讲命了。天爱，名字是每一人的自由，不名就算了。阿爹心中只有你这个多天爱就好，但伊叫一天爱，我叫多天爱，多天爱念起来像多天爱，好像我天生就是爱做一堆同款，怎样叫拢死伊？而且又同样介意铁无常，我不爱介伊同款。天爱，伊将我未婚夫咯。该是无共，那是恁自己自白未婚，我就无承认。阿爹最讨厌了，铁木箱已经到了，我要回我的竹游园等你。天爱，我不爱听，我不爱听。我想帮天爱将婚约退掉，但这张图的信息。是必将事态变得更复杂了。